两个弹簧套在一起。装入壳体，装入过滤网，注塞，拧入中间体螺丝，气管插入气管口，长顶针拧入千分表，使用钳子拧紧，旋转转盘，使顶针置于转盘上，测试工具顶杆杠三装入喷油器，卡具卡在喷油器上，装入 PT 喷油器形成测量试验台，上拧螺母，使用扳手拧紧，调节空气调压阀，数值调到0.6帕，千分表归零，按压一级形成按钮，测量柱塞生成，标准数值为6.770加减0.15毫米。数值不达标，拉出一级行程按钮，调整喷油器中间体螺丝，再次测量，直至达标。PT 卡具杠两套入中间体螺丝，使用扭力扳手拧紧，拧紧力矩为50至60牛米，再次测量，确认数值。下拧螺母，取下喷油器、顶杆，组装机油阀，依次装入弹簧、壳体，
弹簧上座，弹簧，弹簧下座，使用卡簧前卡上卡簧，机油阀装入壳体，套入压环，拧入进油压板，压帽更换短顶针，锯卡在喷油器上，装入 PT 喷油器形成测量试验台，上拧螺母，测量工具顶缸杠一卡入喷油器与测试台中，使用扳手拧紧螺母，千分表归零，按压一级行程按钮，测量总生成标准数值为 9.147 加减 0.15 毫米，数值不达标，拉出一级行程按钮，调整压帽，再次测量，直至达标。按压二级行程按钮校对，测量完毕，拉出按钮，上拧进油压板，PT 卡锯杠一套入扭力扳手，固定压帽，使用扳手拧紧，再次测量，确认数值。